你长什么样子呀？帅吗？你这个问题问的就好像是你去买个苹果，你说老板，你这苹果甜不甜？你怎么知道我去买苹果会这样问？因为你傻。疯子，他说。我一般出去买东西，我都会先问好吃吗？你确定好吃吗？那他们说不好吃，你还买不？我说可以尝尝吧，那我先尝了呀。那可以尝尝吗？人家说不能尝，那能行？那苹果你要是尝一下子，那剩下的苹果谁吃？没有，我不爱吃苹果，因为苹果太难啃了。那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我喜欢吃橘子、草莓，好掰的，水多的。好掰的，水多的。你喜欢吃香蕉吗？香蕉水不多哈，不太行。香蕉太干了呀，吃香蕉我有最助近蛮于瘦肠的胃呀。消化。你是肠胃不太好才会吃香蕉吧？我的胃确实不太行。那你可能缺一个照顾你胃的对象。现在还行，我以前一天两顿饭，也导致我的胃去出现了点问题。我平时都不怎么吃饭。你不吃饭啊？那你不饿死了吗？因为我有点时间，我都睡觉去了，就是很容易发困，我很容易犯困。我是那种出门去坐公交车可以睡过头的那种，看来你压力挺大呀。经常坐车什么的，或者是像坐那个高铁什么的，我都要调个闹铃，我会怕我睡过头。那你睡眠应该还行。你平时除了打游戏，你谢会谢玩脑点残别的疾什能么儿，吗？搓澡吗？没跟你说吗？我还行，看看动漫啥的，啥动漫呢？啥我都看，海贼王吗？《海贼王》不看，那种载连载特别长的我基本我都不看，《火影忍者》《海贼你喜王》欢我都看不爱短看，的是我比吗？较看短的。那宫崎骏的电影你应该都会看吧？啊，我都看过呀，什么？狼的女儿，什么什么大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不都有吗？龙猫，我觉得宫崎骏的电影挺治愈的，适合和对象一起看，比较温暖。那你要找个啥样的对象啊？找个对我好的呀，然后，怎么说呢？对我好一点，然后能够接受我的一点不好的小脾气什么的，那得差不看多你了脾气吧？有多大，发个脾气我看看。我不知道，你们别跟我讲话了啊！我生气了，没了，就这样。那我问你个问题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那个脾气很大，男孩子是不是脾气很大的女孩子不会找他处对象呀？那不知道啊，我那不我找。哪知道啊？但以你刚才的脾气啊，那确实找不着对象。我害怕了。主要是我普通话发火说骂人骂不舒服，因为普通话不太好。你不要说普通话了，那你敌说说方军言还有吧。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说啥呀？啥？你的军中对我来说说啥呀？我好听懂鸟了，巢，说啥呀？说。鸟巢，我讲咋子嘛？这个，你重说一遍，你刚说什么东西？
你听不懂我在讲那东西吗？我听得懂。听得懂听不懂吗？我听懂。今天我就学学那四川的方言。今天你就用方言跟我说话就行了。俺们呢？好好妈妈，但是我四川话讲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哎。没得关谁。因为我爸是四川的，我妈是不是四川的，我就讲的不是很标准啊。你是混血儿，讲的不是特别的好呀，好烦啊。其实我也是混血儿。喂，你混哪的？我是混满族跟汉族的。无处可我不行，我要认真真的讲才那个才讲，因为待的地方太多了，跟着家里面人到处走，所以讲的话都不是很标准。特别是别人一说我，哎呀，你说这不标准，你说那不标准，越说我就越没自信，没自信我就不想开口说了。还行，我一个没听懂，我觉得挺标准的。只要我没听懂，应该就是挺标准的。不是吧？我的发。那东北话好像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和普通话没什么区别了。没什么区别，除了玻璃盖卡马路牙上磕秃噜皮了，应该没什么区别。哎，你和我刚刚问你啊，我说如果女孩子脾气很差的话，会不会就是不和她处对象呀？会被嫌弃吗？那得看这人接受程度了。那她脾气差，为什么要跟她搁一块呢？这就是一个问题。他们活不但。如果长得丑和脾气差和上班的环境不好的这三种女孩子，那会选哪一种？我哪个都不选。不行，必须选一个。这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长得差，不是啊，长得差，脾气不好，上班环境不好。上班环境好不好？上班环境不好能不好到啥程度呢？就是在什么那个夜店，就是蹦迪那种地方上班的呀，或者怎么样子的，就上班的环境相对来说要乱一点点。等会儿啊，这小鹿要没。嗨，那还是脾气不好的吧？还是选脾气不好的。长得好看呢？有挑吗？会挑长得好看的吗？长得好看，那能找着长得好看的就找长得好看的呗。能找着就找呗，那找不着那也没办法。那你自己的要求是什么？像你的话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。你可能要美呀，小老妹儿。我可以给你来个照片。你的照片给我看吗？你不要发太帅了，太帅了。我觉得我们得交换一下。我不喜欢长得太帅的，我是付款方，你发你平时的照片就行了。我是付款方，你属于收款方，我们这是。
那交换吧，交换吧，我也发我交平换一时下。的照片给你看。这下路我来一下的吧。我上了啊。先把这露露杀了。差一点点。哎，你画画不错，你会不会画本呢？画什么本？画什么本？那个漫画本。都平时会画一点，看到喜欢的都会画一些。哼。最近在给学校做一些设计。哼，因为我们学校要重新装修一些东西，还有做那啥的，就给学校画了一些手绘图吧。又是一句阴沟的事。能用得上的地方，那也就那样了。但是也蛮喜欢画一些那个动漫的、二次元的。你喜欢？你有什么喜欢的吗？如果你有喜欢的话，我回头画了。我喜欢亲吻姐姐。可以给你送过去。啊？什么？啊，没事，我还都还行。哦，都还行是吧？那回头，画了之后直接给你看一下，你要喜欢的话就给你。呀，你这声怎么变了呢？不知道，这是声卡的声音，不是我的声音。怎么了？秒慢了，哎呦！我这怎么声卡还会变呢？我这声卡就这样子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声卡它的声音是这样子的。女警挺骚啊，女警。你刚刚动了一下，不知道动到哪了，然后他就这样子。你别是个男的呀，小姐。我倒希望我是个男孩子。男孩子有什么好的呢？啊，男孩子有什么好的？男孩子好啊，就是。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没有无所顾忌啊，自由自在。你女孩不能想干什么干什么吗？说的这个话好像有问题。不是啊，像我，比如说像我想出门喝酒，我是个女孩子的话就不方便啊，因为我酒量本来就不太好。那要是男孩子这个男的女的酒量好不好好像没啥关系。男孩子出门喝酒很安全啊，女孩子出门喝酒就不是很安全。我男孩子喝酒也不太安全。怎么就不安全了？难道现在还有欺负男孩子的吗？也不一定安全，男孩子也要保护好自己。我不是，我不是男孩子，我只是个，大地萌妹，好吧。老猴。现在男孩子也需要保护自己吗？不用吧，我觉得。这猴四杠二。这把下路情况还可以啊，
撮合，只能撮合打。你打，我打恩确实有点菜，我就怕影响你发挥。没有，我发挥还比较的稳定，还可以。我的塔皮已经就剩一层了。哎呀，这打野也不干克呀，关键是。你刚刚说的你要发照片给我的。这把打完的吧，啊，这把打完的，俺俩交换一手。你搁半半有没有啥绝活之类的？我会唱歌，会读电台。啊，你还会唱歌呢？嗯，对。其实还凑合，还可以吧，一般。我往下走一会儿。你会唱什么类型的歌呢？比较可爱一点的吧。你会不会唱？比较温柔一点的。两只老虎。两只老虎温柔吧。两只老虎不挺温柔的吗？两只老虎不行，在半半上不能唱童歌。哎、在半半上不能唱儿歌。不能唱儿歌。为啥呀？因为，不知道，反正是这样规定的吧，可能为了防止未成年吧。哦，那好吧，这不叫儿歌。两只老虎不是儿歌吗？DJ 版。那你唱我听一下。两只老虎爱跳舞，哎，小兔子乖乖拔萝卜，耶、yeah。拔。我以为你要说拔，不是拔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我和小鸭子学走路，你没听过吗？没有，没听。你会唱什么很那个说唱的，或者是什么 DJ 的？说唱和 DJ 的，这不就 DJ 的吗？刚才这个不够 DJ。 我刚才这个就 DJ 的，这怎么没秒掉呢？真的顶，别去啊、哦、别去。俺俩打不过这猴，算了，我没有大，俺俩再让他双杀了，打条小龙吧。行吧，跟着你。还行啊。这英雄我就特别喜欢玩，帅。我掉。越不越他？牛啊！越不越他？这是个问题。其实可以越。厉害了。可以越，让他打野先扛打。把这 AD 给杀了。
的操作有点秀，有点牛，果然是不是我这种菜鸡能够达到的高度。我可以手把手的教教你玩刀锋不行，我可以教你玩猴，你可以叫我猴手把手的教吗？手把手的教，但我要收学费。你要收多少学费？我基本上一个小时800块。什么？一个小时800块？啊！我服了，我一单也才30块，有时候多点50块，那得多少单呀？那你不那什么那？那我正常，我不得要点路费的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包含路费的。哦，好吧。可是，800，你得我一个小时能学成什么样子？你先跟我讲。能学成什么样？那主要是看你的领悟能力。那你不能说你没学好，你赖老师吧？你有那个不学不好画画赖老师的吗？你呢？教的学生？那至少能够达到个基础水平吧？基础水平，我以你现在的水平，应该能达到一个青铜左右。能达到什么？能达到一个青铜左右。那我黄金呢？你能带我上黄金吗？我不说别的水平了。人有点多呀，我到底能跟着你学成什么样？我挡一下子。哦，我的天哪！行，哦，看你主要你会不会玩猴啊？我的猴玩的还不错，其实这个一般他们都叫我猴哥。你的猴玩的不错，是因为你的棒子更打得很好吗？那个玩猴玩的不错，棒子肯定玩的也比较不错。一棒下去，别人就没了是吗？差不多吧。行吧，那回头你让我，回头你让我试一下，怎么样让人一棒就晕掉，就死掉，我给你来个无影棍吧。他为什么没死啊？咦，我的连招有问题吗？他为什么没死啊？WRQ。与动对付，毫无。你能下一局如果我们还打的话，如果我们还打的话，哼！我感觉你好像有点像外国人，你说话的时候还得想一想，我发现。你是俄罗斯的可能是。不是，哎呀，我怎么就说话还想一想了？我只是你看你都无法用你自己的这个脑壳有点反应有点慢。普通话烫嘴。我反应慢还不是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也普通话不是很好，我又怕我一说错又被说。这个连招确实有问题哈。嗯。怎么能没死呢？这冰克斯灰灰的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你不要往我身上走吧。哦，哎呀呀呀呀！又给我吓到了。走走走。
WQR 感觉应该能。这刀锋的连招最近出现了点问题，不是那么很会玩了。后边有人啊！别往塔外头走啊！就搁塔下吧，就搁塔下，就搁塔下。怎么给他卖了呢？好烦！你平时有没有喜欢吃什么东西？火锅之类的吃吗？我喜欢吃香蕉。你就吃香蕉，你不吃别的吗？我还说你喜欢吃火锅的话，回头给你，寄点火锅底料什么的。火锅也还可以。我喜欢吃猪脑。烤脑花吗？啊，猪脑花。他们说猪的脑子其实挺聪明的。对呀，所以说我吃点脑子补点脑。我感觉你也不笨呀。那不笨我也得补一补。那吃哪不辣嘛？那你吃别的吗？别的我不打。需要补点别的东西吗？我看啊，我还比较喜欢吃蘑菇，口蘑。吃蘑菇能够补哪？吃蘑菇这个你就得百度了，我也不知道补哪。我喜欢吃鸡蛋。按这样说反话，我又没有蛋，怎么补啊？你一般一天吃几个鸡蛋？蛋吃两个。我翻。我喜欢煎蛋，卤蛋也可以。我喜欢吃咸鸭蛋。咸鸭蛋吗？我觉得咸鸭蛋油太多了，水太多了，太冒油的。来个大龙吧。但好像不行，不太能打。哎，好了。这什么意思？那你经常找下街和你打游戏吗？也没有，我这偶尔，我经常找我也找不起啊。有那种和你打游戏就喜欢上你的那种吗？就是非要和你在一起的那种。那也肯定有，那都被我拒绝了。被你拒绝了，一点机会都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机会。拒绝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年纪太大。因为我有老婆了。哦，好吧。有嫂子的，没关系啊。做朋友不也可以吗？那你救救啊，西巴！哎呦，这个盾可以啊，小龙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这人，嗨，那你有没有就是找你打游戏，然后这个比较喜欢你的？有啊。
那怎么的？你给拒绝了？就是像这几天有多少个这些有蛮多吧，几个吧，也不是多几个吧，就是。嗯，咋说呢，我觉得要互相了解了解，然后也知道对方人怎么样或怎么样，就有一些就上来就会说啊我蛮喜欢你，处对象吧，就弄得我有点蒙圈，因为毕竟还不了解对方是怎么样的人。那能行吗？打个大龙吧，快快快快，你太快了，真的是。哎，我想跟你也跟不了，你太快了，你太快了。是你太慢了，你搁家里挂机了二十秒。我这是在思考问题。我决定去杀个金钻，注意我的连招。你兴许你慢一点，我可能还跟得上你，跟你一起。你这动来动去的，你跟不住。八把扣，再见。哎哎哎哎，不能，不行啊，不行，这边五个人，好烦。我这连招是不是还行？嗯，有点瘦，搞，我不行，我这，唉，烦死了。猴，里边有猴。对不起，猴哥，我的连招错了，我咬你一命还不行。你说你这个猴是真是，哎呀，死亡之舞是有点烦啊。跳一下，把这猴给我放杀了。我们这局能赢吗？我们赢是随便赢的。你把那个妈字给去掉。行，我们能赢。你赢吗？我什么我赢？我们随便赢，只是时间问题，稍微有点狼了。哎，我看人家半半都小姐姐都能视频，你能不能？能啊，为什么不能？咋的了？你想看一看我长什么样吗？我没有，我就想问问你，然后吧，这个。我看看这个半半小姐姐这是不是都是可以。我以为那个呢。哎，我本来我很菜，打的没有感觉，烦死了。露露死了，我杀一个。人呢？开中吧。来上路，快！把二把拆了吧。
给我扛一下。嗯。也没个人给扛一下子。来不及。我感觉你好像是我跟你勾流啊，这个穴位有点慢，你可能是反射弧有点问题，小姐姐。嗨，还叹气，叹啥气呀？那我能怎么办嘛？我真的是我，你别指望我，你指望不上我，我就能够打打搞搞就完事的。那你这是话语间的服务，你得给到位呀。嗯。这怎么当老师？你说，怪不得你这个学生不太好管。我说实话，不怪学生。所以现在我明白了，不太怪学生。画画画不好啊，主要是老师的问题。不行，你给我画来本子，我给你看看你的画的都怎么样。行，铜银本啊，最好是那种就是那个可藏，稍微能改写一点东西的那个。回头发给你看吧。老猴子。嗯，你说的呀，打完这局给我发你的照片给我看的啊。行。我昏睡了，好吹。来个大龙吧，我们拿下。哎，你是自己一个人住吗？对啊，我一个人住，不过我房间有点大。你是租的房子吗？嗯，是啊，我一个人住的，有两间房间，一个厕所。那你怎么不跟你爸妈一块住呢？你也没有男朋友。习惯一个人住了，反正我一个人在家都是很那个的，很宅的，也不出门。我就应该把这小鹿杀了。我前几天养的一条狗，然后我家里面人来看我的时候，出门的时候忘记关门了还是咋的，狗就跑出去就丢了。我家里好多狗粮呢。你养的什么狗？还都没有用。你养的是什么狗？养的别人送我的那个雪拉瑞，一个小狗。人家狗丢了，不应该是这个。难过狗没了，你怎么是难过的狗粮还有呢？没有，因为我才买的，就没了，浪费了，也没吃着，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是把这些，你可以找点单身狗狗粮放哪去？你还养过别的没？你养没养过猫？养过啊。最开始养的是猫，然后那个猫就是把家里尿的到处都是，我都不知道洗了多少东西了。后面，也是跑出去丢了。那你家挺爱跑啊？那说明你，我感觉你是在虐待它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虐待动物？没有啊，我没有。那他们怎么老跑呢？
是你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我的键盘是那种圆形的，大颗大颗的。把你用过那种键盘吗？什么键盘？就是像大颗大颗的，就是有点像打字机的那种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就那种复古打字机键盘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你用的键盘是什么样的？我想换了，不想用这个了。我用的樱桃8.0。1880啊，那倒没那么贵，800块。来小圆，这搁我面前炫富呢。那没办法，你要想玩的好，那你就得硬件好。你硬件不好，你玩的。我本来想换一套，因为我朋友他们给我推荐了，嗯，然后让我换一套，我还在纠结要不要换。你那种圆的把玩游戏不累吗？不得劲吗？就是太舒服呀，玩着那种就是之前看的比较好，瞅着好看。对，就之前觉得还蛮好看的嘛。不过以你的技术水平，我发现就是没救了，拉倒吧，什么样的键盘也不怕挡住。你不是说你要手把手教我的吗？我现在想了一下，我教不会了，已经没救了。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就没救了？这就像那种就是得癌症了、绝症了，就是没救了。嗯。这咋这么多眼儿呢？嗯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这把打完，俺俩交换一下照片，顺便行，我可以顺便干嘛？我天！顺便要感觉不错，我觉得我还可以给你推荐推荐，推荐给我那些搓澡工兄弟。这开基地呀，这。搓澡工兄弟啊，搓澡工兄弟，无处可逃。我的妈！哎呀，我拆基地好了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无所谓，反正也守不住。超级兵，超级兵！哎呀，这难搞。抠家呀，抠个屁家！那蓝刀锋不让抠家，你以为是版本改版之前呢？还让我抠家，还有人让我抠家，我把你给抠了。还让我抠家，差一下几滴，嗯，扛不住了。什么扛不住了？你是有事儿吗？没事呀、啊，没事出门啊，走吧。好，点个主基地完事儿了。快快快快快，所有人出家，打大龙也行，打个大龙，你们大龙。我从不妥协。老猴子，咱是不是得杀杀你了？你们还敢出来追我？那基地不没了吗？
喂，啊，我没开麦，咋的了？怎么老叹气呢？生活不顺心，还是学生管不住？别叹气，俺俩还换不换照片了，小姐姐？随便啊你，换也可以，不换也可以，反正感觉你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兴趣的样子。没有什么兴趣的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吧。都可以啊，那行，我换们嘛，我给你发过去嘛。你给我发过来呀？那行，我加你个 YY 好友吧。行，我给你发过去嘛。他说我性无能，你才性无能呢！不要老曲解别人的意思，你知道吧？大家稍安勿躁啊，看看小姐姐长得怎么样？你看见我给你我加你好友了吗？你有收到吗？我加你了。啊，加着了，看着了啊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给你发。没看见，没发来呀、我再翻，稍等一下，有点慢。我看我给你来哪个？马上，你给我来一个你的。我也来一个啊！不要被震惊了，啊！你看一下，平时我们搓澡基本上就是讲究这个手臂的力量与胸部的发力，啊，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力量尤为重要，所以我的这个胳膊与我的胸部的这个肌肉可能会有点大。打开，你这是你吧？这完全不是，好吧？这个就是为我什啊，么不要发不过要去？质疑这个。我给你发，你看你有收到吗？啊，我收着了，我看一眼啊。你只发了两个图片的字儿，然后还有一个文件。哎，为什么我拖过来它是图你就给片我两发个了三个字？图片的字儿，你给我发了三个字儿。好奇怪，没有，我是发的过来，我是直接给他。发过来，拖过来的，截个图吧。我拖哎呦过喂，来，你它真是是老显师示。啊！现在的老师都这样式的吗？我小学咋没碰见时候这样老师呢？没，那个头发是 P 的，那头发是 P 了个颜色，啊，我怎就么可说能嘛，染那种我颜就色说头嘛，发？老师应该不让染头发呀，我记得，怎么能没有有色没儿有呢？没有，那是那个颜色的头发是 P 的，但是，是长那个样子。你搁哪个小学啊？哎，等，不用说了啊。这个晚点我问你跟哪个小学不行？这个我去赞助一手这个小学，我去瞅瞅去。你那个完全就不像你啊，我都看不到你长什么样子，怎么不像我呢？哪都不像。不像吗？那这个像了不？我给你再给你发呀。你再翻一张，我怎看么一能下。不像呢？这个像不？这个。好，看一下。
我看一看，打开。开视频呢，别着急，啊，别着急。这不是我老公吧？没有啊，我不认识你啊，别瞎说啊，我可不认识你。这不是彭于晏吧？这又不是你，你搞可能笑我跟他呢？长得稍微有点像吧，可能是啊，稍微是有点像。这一看就不是你，好吧？怎么不是我？我给你开个视频，不行，给你证明一下。真是，奇怪，为你什不也么我能给开你视发频过吗？不行，去？俺们俩视频一下子。能啊，行啊。你要真长这样，我不信了。你要真长这样，我不信，反正。可能会跟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啊。那个图片跟这个真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，肯定是不一样的。等一下啊！哎，怎么发这个？怎么发给你啊？我想发这个给你来着。你就把那文件拖过来。转发。对，我就是直接拖过来，他就 OK 了。呀，还带那什么的呢？还带视频的呢？对，给你发一个。当网上认识的哥哥管我要照片时，给我发一张你的照片吧。不要，我照片都可丑了。就随便看一下。你不会看了之后就把我删了吧？不会。玩尬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跟我玩尬的？没有，就发一个给你看。俺们是 QQ 还是 YY？YY 能视频吗？YY？喂，我不知道呀，我把我 QQ 发给你我看吧，啊，行，你好发吧？QQ 吧。行，你等我一下发个下。QQ，我加你一下子。好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你了。和我打游戏太累心了，不辛苦啊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我还准备已经发过去了。给你这个像我的那些搓澡的朋友推荐推荐，我觉得你还可以。感觉有拖比累较的到，可爱啊，我给你发过去了。等一下，我加一下，我叫这个赌王蓝某人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其实我平时搓澡也蓝开开直某播，人，哎，除了搓澡，你干嘛？一边搓一边开直播，我就是专门教他们怎么样搓澡。你可能没看过，不能开的吧？那不是都我看们得到了有衣服吗？的，我们都是有衣服的啊，主要是拍我，人可能这个别人可能不太行能开吧。得到啊，那可以开啊。我加你了。嗯，你要想学搓澡，你可以来斗鱼学一学。斗鱼吗？斗鱼。你在斗鱼吗？什么平台？什么频道？我在斗鱼搓澡频道。我等会儿过来看你，我这边加你了。啊，我加你了。我把耳机先摘了。啊，你发吧。完了，一会儿可以把那个 QQ 的那个语音给关了，外卖说话就行了。给你弹过去。哎呦，我一看样到的，了是真人，一样的人。等会儿啊，我这摄像头。，Hello，Hello，我这个摄像头，我要有想接到吗？啊，接到了，等我一看见下，了，我看着你了。哎，我给你弹过去，你是不是没收到耶？不，我收着了。你没开，你没开呀，你没接呀？我接了呀，我瞅着了都，我瞅着了。啊，你瞅着了？我都不知道。你再弹一个，我。
我们用那个 YY 语音啊，就把那个 QQ 的那个你在 QQ 跟我讲话，你不要在那边讲话，我听不着了，我把耳机。那行，那行，那行，我用 QQ 跟你说话。我这视频怎么开不开呢？对呀、啊，你的视频呢？等一会儿啊，我研究一下。我都看不到你。我这个。OK。哎，能看见了吧？能瞅着了吧？啊，在你面前的是沈阳彭于晏，一看就你一看你就好那个。你可以拿那照片比一比，我觉得还行，其实。你一点都不像，好吧？不过你也挺长得挺帅的。其实我主要戴眼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来个这姿势也还行。但是看着你，你确定你28吗？我28呀，那我看着像多大的呀？感觉不像，像24-25吧。像24-25的呀，那就是24-25吧。咋的，年纪还能随便说呢？不是，那就是瞅着小，我就小一点的呗。哦，那我呢？我看着呢。你看着。你不说你23吗？23岁的踢一圈，还行啊。你搁哪个学校？真的，你搁哪个学校？以后我孩子，我可以去你的学校，这个上跟你学一学画画。就在我们这边呢，就是在四川这边。你回头跟你讲，行吧？行，回头你给我介绍介绍。你给我个频道号呗。什么频道号？都直播频道号啊？那个什么，对啊，直播搓澡。直播搓澡，频道号是斗鱼搜孙悟空吧？你看看能不能搜着？好，等一下，但是我要把这个先退一下子，你可能看不到，因为我只有手机。我看一下啊。哎，你那边冷不冷？不冷啊，蛮热的。蛮热的，你热，你穿这么老些，你不热吗？我这都穿半截袖、啊，我这。我收到了，但是你在开直播吗？我这开直播呢。哦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爹。Hello， 你要是觉得那个，我看好像，都在刷什么？都在刷什么？没什么问题，这都是自己的兄弟们，这都是这个搓澡的兄弟们，改天一起搓澡、兄弟们。我一周就接10个单。给你那个一下吧。你上来就送飞机啊？这咋这？你挺熟练，我发现你是不是经常上抖音看直播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有之前有在抖音开过直播，开过2个星期，后面关了。真的，我发现你这是大气啊！我真的真是大气。你还有鱼刺儿没？哎呀，你还有100鱼刺儿，谢谢。哎呀，别这么客气，真是的，别这么客气，长得都不好。哎呀，又送一个飞机。哎呀，不用。没有，本来我是抽了一个火箭，后面点成飞机的。哦，那你还剩一个飞机，都刷了吧，那就。我说，要不然你也没别人刷的了。我说实话，抖鱼这些主播呀，这个我也属于算是不错的了，谢谢。小姐姐的5个飞机啊，谢谢。整的我都不好意思，整的，整的我也不好意思了，真是的。下回不行这样啊，下回来看吧，别送飞机了。啊，别送飞机了，下回你要非得要送个火箭啥的，那咱也没办法。那我只能。你这话说的真的是，我切回去吧。你粉丝好热情，我切回我那个 QQ 吧，我给你看看。行，你切回 QQ 吧，切个 QQ。
这样子，等一下。小姐姐长得还比较的漂亮，说实话，就你是崇拜那胡边，乱。那边不太热，但是吧，我怕你热着，你热不热？是天气蛮好的，蛮热的，今天都是出太阳的，怎么了？我怕你捂出痱子来了。我还好吧。我让兄弟你，们给你点点关注去吧，我看你 ID 多少？ID，36794。对，36794。哎，啊，发型不一样，我说的嘛，我这看第一张这个图片好像不太像你。第一张啊，第一张不太那个。发型不一样，上哪个房间能找到你？500页度送给你。房间号是那个，等一下，我记不住，我看一下我的房间号是七啥四九呀？三不用了，我都能记住。好吧，我有点迷糊，然后叫什我么？打游美女戏有如点云，天呐，美女如云，有多少美女？就是全部都是美女。Odo。我把这调小点声。7493，我的房间，对。但是俺们这页度吧，得涨一涨，你知道吧？另外，这个其实我说实话，你那边确实挺热的。这个你家有没有半截袖啥的呀？你明说呗，我喜欢直接的。哦，那个有没有其他衣服？那可以换换的。你说我穿这个换个衣服是吗？有没有其他的衣服？有是吧？有就行。有，肯定有，肯定有，怎么会没有？你有，我还们给你加加热度啊，打给你加加热度，让你的房间充满人气。然真后的这吗？个来件衣，换件衣服。那你先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，有多少人来？60个人。哎呀，这都是假的，这都马上就500，小问题五这都，百吗？马上就五五百。百，你可以先换，我这个7493，兄弟们，我都跟他们说好了。我好几次就是别人说那啥，矿机人都没了。人就没了，俺们这不能人没，不你能会是吧？人不没能，吗？不能人没啊，那不能人没。那能上500吗？随便上500，不要质疑，把妈这儿去了。你每次说让把妈就去了，我就感觉有点那个什么。不用了，你到500你再开，行不行？你可以先把摄像头关了。啊，我也先把摄像头关了。先把摄像头关了，到500再看，我摄像什么头意呢？思？就哎呀，是关掉嘛？你意思是让我把摄像头先关掉嘛？当然你不关，你要是这个想着开着换也可以。没有，我懂了，不是我说等会换，行吧？那我去换一下吧。你都可有啥是什么样的会不衣会服？有旗袍，有 GK 的，有吊带的，有裙子，有蛮多。那随便来一个吧，家里的衣服还挺多。你挺爱买衣服呀，我发现。对呀，就挺喜欢买衣你服，喜虽欢然不出 cosplay 门，但吗？是我看你是不是喜欢 cosplay 的呀？cosplay 还好吧，就是喜欢买的比较多，但是都是在家里穿了拍拍照片什么好的，吧，然那我给后你随便这来一个，样。不行来个旗袍的吧。旗袍吗？啊，那我先换个裙子的吧，然可以，后一会儿如果那个啥，再穿旗袍的吧，可以，可以吧？行了，你去吧。行吧。可是我看现在才120个人，你先去吧，能上吗？你先去吧，能上随便上。一会儿我行，跟他们说一说，你先别着急。那我把它切一下。快点呀，兄弟们！笨笨 APP 7493房间，快点给我冲一冲！
上一个五百都上了，这个快点上五百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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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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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咱们刚才说好的啊啊，咱们刚才都说好的了啊，刚才都说好的，快点快快快！七四九三，无论你啊有没有 APP，赶紧下个半版 APP，然后赶紧去七四九三房间挂着。台湾用户用不了，台湾用户用不了就拉倒。有那么多台湾用户吗？那斗鱼看我直播有那么老些台湾用户，快快快快上不了，这个会有点难办啊，会有点难办。现在166啊，我给大家数了，到500啊，很快到500，很快，哪有红包口令啊，哪有7493，7493啊，屏幕上方7493房间，7493房间，7493 7493 quickly，刻不容缓，现在500页度刻不容缓，这是兄弟们一致，这个无论是这个蓝粉丝女粉丝啊，都可以来直播间挂一挂，来爸爸们爸爸上面这个挂一下子。月球用户注册不了，那个过一阵火星好像都要有船票了，我跟你上火星去吧。还有点非洲打仗的账可以停一停，你那没有 WiFi 吗？没有 WiFi 怎么上网？手机 APP 赶紧注册一下半半 APP 啊！就这么一回了，兄弟们，后边再想要可能都没有了。珍惜此刻，248了，到500非常快啊！上一个已经500了，这个500应该也比较的，我说实话应该也比较的这个比较的快。月底了，没流量了，我给你买，手机号发来，我给你充。咱们有一个算一个啊，这个把房间号可以发在公屏上，发一发7493房间号，7493，我把它声打开，不行，听一听。关注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又有大哥上堂了，这还是个东北老妹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！感谢大哥的全麦糖、全麦小心心。送个礼物吧，我有没有？我有没有？哎呀，哎呀，谢谢！我有金币呀、哦！全麦小心心，哎呀！我有金币，我有项链。牌面给我赠送一个，哎，金币不足。金币不啊、哦，不送不了、哎我。我赠送一个。我天，我更紧张了。328，马上500啊，马上500了。这把我整的更紧张。7493。看头顶，我他妈300人次了。哎呀妈呀！我的天！其实我说实话，300个人也算不了很多。那蓝恋汉粉丝投票的人都高达4000多人。什么情况呀？那给蓝恋汉粉丝投票的人都够都2.7万。俺们直播间扣500个人扣不出来。免费的关注给麦上。368。点一下麦上小姐姐，欢迎，能不能打一下？干嘛呢？能不能活跃一下？368。你看一下来了这么多哥哥。375，376，差120个。再来120个兄弟！谢谢大哥的棒棒糖，谢谢我空哥的全麦糖。我再给你个心吧，我这。哎呀，空哥大气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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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都1块钱，这都免费的，这是可能。大哥的全麦糖，全麦小星星呀！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这都小意思，这都有钱，这都有都是钱，有都是 money， 看着吗？这都仙女棒，这都。这把我整的是真的。啊，金币不足，白玫瑰。星星，这都星星，这都金币，这都有。我丢一下，我看我头顶上400人气了，我丢，不会412了，四百一十三。哥哥们不会真的要来500吧？我的天哪！这老妹儿啊，吹牛逼，哎、就是拍马屁是一绝。我说实话，真的从来没有看到500人。我得给他点个关注吧。真的吗？多给俺们面子，你说。就500个人还在俺们给俺们还在那儿还说哎呀哎呀500个人都500人这个我头一回见这种的，你说多给面子。443了啊，天哪，450，差最后50个人，快等不及了，搞快点。哎呀，来了，我吓一跳，我也吓一跳，你也给我吓一跳、
Hello，听不到你说话呢。能这回能听见不？没有声音耶。啊，没声音吗？喂，完了，全都是乱码。喂，听不啊，见现吗？在好喂，了，现在好了。啊，能听见是吧？能听见就行了。换一个四裙子。四百六十一，500，简直是随随便便啊！怎么啦？这还，哎呀，这才一点点，这，换了个你可以裙自己去子，看一看，这你可以去自己看看，四那百你六十三，给你的，马上就500了，嗯，哦，其实我能给你上5000，但主要我得看一看这个质量怎么样，什么质量？质量还行，什么你这叫个衣质服量？上的钻石是真的吗？这个吗？不是，怎么可能会是真的？我穿的这个是连体的裙子，然我看出后，来了，连体裙的。对，然后还有别的旗袍什么的，你刚刚说的旗袍是这个吗？不是，这是裙子。哦，这是裙子。我寻这个就是旗袍没有，这不是，这怎么会是旗袍？这是裙子。了。这种衣服穿着应该是比较隆重的场合吧？没有吧，就是很少穿，我就是穿来拍照的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衣服挺好看的，人不好看是人吗？也比较好看啊。你的意思是人不好看，我四懂百六十三怎么不动了呢？463，干什么呢？啊，人呢，兄弟们，人呢，怎么不动了呢？463，站起来，站什么起来？站起来。什么？就是没他妈打字要站起来，这坐着得了，站什么起来？站起来！站起来也还好，它是裤子。小姐姐是残疾人，她站不我起不来。是残疾人，哦，我以为是医学奇迹呢。没有 站起来吗？能站起来吗？不是裙子，它是裤子。它是裤子，它不是裙子，可以哦，它看是到吗？裤子啊，对，它是裤子，它我不以是为它裙是裙子呢。啊，那还子，好，啊，那它是还好，裤还子。好。对，还有个就旗是，袍，是不是，小姐姐？还有旗袍。你看俺们这也468了，你回来它应该就500了。这个旗袍我们是不是可以小安排一手？看旗袍吗？嗯，我找找看，确定旗袍吗？还有别的？这都随你吧，其实我们都可以，主要就是想看看办这个小姐姐陪玩质量怎么样。质量游戏比较菜。啊，质量还可以，说实话还可以。那我去换旗袍我吧。已经给你点关注了啊，嗯，那我去换个旗袍吧，好的。好吧，OK。快点，怎么不动了呢？471不动了，471怎么不动了？都干什么呢？手给我放下！现在需要左下角有个二维码啊，可以点进来，把它稳定在500，别动啊，把它稳定在500。把它稳定在500，我们今天就拿下就结束。啊，你也别老在我这点啊，点播什么这这那那的，你自己去点关注去，你自己去点关注。如果你觉得不错，这个松子儿啊，你可以给他点个关注，他一天接一单，怎么的也能排着你，你可以来一单，嗯，500都没有，473了，差25个，473了。473了，快点的，一天就一单啊，一天就一单，我这单一天就一单。让他赶紧去拿外卖，拿什么外卖？现在474，474不动了，478，
482，20个人挤不出来，这么费劲。500上吊带，那得看看人家了呢，那就得看人家了。486了，490了，差10个。来个跳舞，那你要想看跳舞，你可以到斗鱼主播这个，你可以到斗鱼直播里边看看舞蹈区有没有跳舞的，比如说这都有跳舞的，这都啊，这都有，这个舞蹈区你可以去看看舞蹈区，这不一定能有没有舞蹈，舞蹈就算了吧。哎呀，这个这波换完就结束吧，兄弟们。我要去录那猴哥观察室了，别让人等了，我这早点录，我们早点结束啊，早点录早点结束。499501了，我们是冠军，这波完事儿就完事儿了，我就得去那猴哥观察室录节目去了。